啊，没有错哈，我又来换电了，这样。那现在是10:57啊，今天我呢稍微早一点出门哦，这样，因为要来换电，因为我现在那个电池呢已经被我用到只剩下电量只剩下44%，那44%其实明显是不够的，我是觉得跑不动了这样，所以我刚刚就是先把电池拆下来，然后要来换电。这智联换电柜大概是这样，他们有给我一个这个卡，那我就逼他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那把电池旧电池放进去，然后插好这个电之后，把这个柜门关起来，那系统就会自动找一个100%电的给我，像这个它就有100%电了，这个电池看起来还蛮健康的要取出这个电池，要先转一下，然后拔这个电线充电头啦，不是电线。电池还蛮重的，讲老实话。对一个女孩子来说，其实是有点负担了。这样子，或许他们之后会出女孩子专用的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把它盖一下。接下来我要把电池呢塞到那个空间里面去。它是个角度差了，这样，这电线要先让它出来。今天是挑战，单手换电池，成功嘞，第一次单手换电池成功哈。现在就把这个接头电池要把它插好，这样。那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关起来。那这个电池盒下方这样，那我要把它往用力往上推，让它卡紧这样，所以大概是这样。再来咔一声。那我第一次不会换的时候没有卡紧，它震动一下它就掉下来，所以我现在大概都会再稍微拍一下，然后把线收好，然后把这个脚踩踏板把它扣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非常简单，把电机打开。盖上这个座位盖。这个电池应该是比较新的所以这个电池换好之后，这个系统它会自己抓。那之前有换到一些比较旧型的电池，它就没办法自己抓，因为它现在在自己抓。像我现在，它钥匙转动。这个刚有看了，好像是53满电应该是54。有了，这个是54啊54，大概是54，所以是满电，100%满电，健康的电池，太好了。好了。现在11:00那么目前，我还没上线，因为我要换好电池才上线嘛。然后现在电池换好这样把我的袋挂上去，这样好啊。接下来就上线啦，上线看一下看看这个热区在哪边啊，就往哪边跑。虽然我现在在林森北路这边靠近我的老地方比较近，但很怪，最近我发现老地方都不是热区，所以我会尽量往热区跑啦。不过今天热区有点怪，因为今天热区是这两个点，而不是中间这个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中间这个点是光复，就是敦化啦，南京敦化、八德、复兴这一块。出现了。热区出现了，那我要往这边走这样。为什么要往这边走呢？因为这边是上班族区域的地方啦，所以相较老地方而言，他们的这个单量会比较高。那老地方是单量是稳这样子。那中午其实能够跑的时间也不多啦11:00到1:00，所以尽量能够冲高单量当然是最好的啦大概是这样。好啦，我准备出发。好，现在是1:00
今天呢，因为天气很冷，而且又飘点小雨啊，所以今天中午的这个单量比较多。我目前中午的这个趟次挑战哦，三个行程哦，总共九趟哦，我是全部都拿到了。就比如说今天中午的这个单量真的是非常的多哦，不然一般来说，其实我大概只会跑到两趟行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好讲。所以通常脚踏车账号哦，会比较建议哦，下雨天啊或天气很冷的时候哦，就要努力出来哦，要去追平日哦，就是跑不到的这个趟次哦。那现在应该是断单了啦，因为我刚跑到这边哦，就是这个市民大道这边。哦，那已经是最后一单了，最后一单了。那他没有无缝，没有无缝啊、等了大概是五分钟吧，五分钟，那他没有响，那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啦，中午可以休息啦。好了，现在是4:57哈、哦，也就是晚餐餐期即将开始哦。那我现在人在这个长安东路二段哦，那靠近林森北路这边，因为我刚又来换电了哈、哦，我刚又来换一颗满电的电池哦，因为早上呢，跑完这个午餐的餐期之后，我要去忙了一些事情，我、哦、就用掉一些电了。我想今天晚上看到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哦，这个单量应该很可观呐、啊，应该会把我的电池用光光啊。哦，那我现在正在犹豫要不要往那个大安路那边跑哦，这样，因为今天赤峰街这边也是有一个这个尖峰的一个状况这样子。不过原则上来说哈、哦，因为这个天气冷加上这个下雨哈、哦，所以其实应该留在老地方也是不错啦哦，所以我就选择留在老地方啦。好，我现在在这个南京东路，这边的换电站哦，因为我要换了电哦，然后才回家。哇，今天晚上跑到48哦，其实是不够的哦，这样子。那现在是9:22，我已经下线。其实我有弃掉两单哦，弃两单，因为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剩3%，所以我想说，不然我就弃单回家好了啦，这样。那今天的话就总共跑了27趟、哦、大概是这样，呵呵，然后一堆有的没有的加一加，哦就破2000了，哦这样。那其实一定有人跑得比我更好、哦、我也没有要炫耀什么东西、哦、这样，因为我知道就有一些人就是喜欢讲说，哎、欸、是不是炫耀啊什么的啊，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，完全没有、哦、这样。那我只是做个记录哦，就是我。今天跑出来的成绩是这样的，哦，这样。那么应该是有拿到趟奖什么的。现在其实这附近还是可以跑了，但是我不行的，我只是2%，而且今天真的是下雨哦，晚上又很冷哦，哇，真的是不得了，哇、哦，很厉害啊，不冷吗？哦，我超冷的。然后全身都湿掉了，我这应该有防水的，也都没有防水了哈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跑到这样子了，我要换电回家了。